大家好，我是吴龙，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这期视频呢，我主要想给大家讲解一下如何带新手训练。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是我的好朋友，尚，他呢在 UCLA 读研究生，在非赛期期间呢，我将会带我的这位朋友进行系统性的一个训练，以及帮助他进行饮食的一个规划，希望可以帮助他完成自己的健身目标。今天我们选择了手臂训练，因为上跟我说过他很想把手臂练粗，尤其是二头。不过我在这里还是急需要强调一下，二头和三头呢都要练，每个身体部位的平衡发展是非常重要的。Hi everyone. First off, I just want to say thank you to Long for actually training with me. This is incredible that I have an IFBB pro as a mentor and coaching me over these next few months. Long is one of the most humble and down-to-earth people that I've met, and it's going to be an honor and pleasure for me to train with him and actually learn the secrets of the pros, something I never thought I'd be able to experience. I think what's really great about this series is that we often see so many people post transformation videos where you see the before and after. We're actually being able to track the progress of a normal guy like myself being trained by a professional. So week to week, not only will you get to see my progress, but you'll be able to see Long's progress as he prepares for the Arnold Classic in March. For those who don't already know, Long is trying his first IFBB pro and an Olympia top 15 finisher. So this is an incredible opportunity for all of you, for all of Long's fans, to see behind the scenes how we can really develop someone's physique. So I know these next few months won't be easy, but I'm really excited for what lies ahead.Look forward to training today's arms. 啊，对了，还有一个好朋友，我的好朋友朱化林，他从国内到美国这里玩，对，我第一次来美国，对，来找我训练，然后今天我们大家一起练手臂。对，我特别喜欢 LA 这座城市。首先呢，我喜欢 NBA， 然后喜欢就是布莱恩特，然后其次呢 ，LA 也是一个非常适合运动的城市。我觉得我以后也非常想回来，对吧？经常来。那今天我们第一个动作是一个器械的托臂搬举。为什么把这个器械放在第一个呢？因为很多健身房我们都有这个器械，而且这个器械放在第一个的话，就是可以把我们的手臂热身热开，然后不容易受伤，对于新手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动作主要就是小，尽量不要发力。我们的手可以就是拖在这里，手不要握紧。顶峰的时候停顿一下，对，停，停，停，下去的时候慢。停，小臂放松，非常好，加油！平时在训练的时候，最后几次快力竭的时候，最好有个训练搭档可以帮助你一下。随着我们的重量的增加，我们次数也会变少。第一组大概在20次，第二组15，第三组、第四组都在10次。慢一点，到顶峰的时候停顿，慢，停顿。停顿，对，在训练的过程中一定要专注你所训练的肌肉，必须要集中精力的放在你的二头肌上。最后几个，如果你做不动的时候，力竭的时候，你的训练搭档这时候非常重要，可以帮助他完成最后几次，非常好。感觉怎么样？是吧？冲去，对，冲去。我们的肘部这个地方，往里内扣，不要往外打开。
感觉咋样？有点猛，有点猛。第二个动作就是做一个直杠的杠铃弯举，这个在训练我们手臂中，这个动作也非常常见，而且也是最基础的一个动作。所以说，每次训练这个东西，这个动作也一定要加入进去，因为它对你的手臂的维度、力量都会有非常大的帮助。两臂夹紧，小臂放松，也是你的集中力在你的二头肌上，髋窝在你的大腿外侧左右。到顶，到时候停顿，可以，对，手臂下垂的时候，我们手肘就是不要完全的伸直，稍微微屈一点，对，非常好。就是我们不要靠身体甩动去做这个动作，非常好。一般新手训练的话，我建议他从轻，然后慢慢到重，不要一开始上来就是使用太大的重量，这样会容易受伤。哎，喂，看好，看好，看好。大神用的重量。我做的话可能就是错误示范了，我来试一下。有点虚，腰注意腰。哦，太重了这个。哎呀，要死了！什么感觉？哎呀，不行了，我不行，戒指，男人点。对呀，男人点。I gotta be more manly。啊，这个没有摄像机对着我，都不够专注了。录视频可以提高训练质量。第三个动作，我们也是做一个最常见的一个手臂训练动作，就是哑铃交替弯举。这个很多人一开始都会练这个动作，因为这个动作比较容易上手。下面我就教大家如何使用哑铃训练你的手臂。这个动作就是不要晃，对，也是慢一点，顶峰的时候停顿，停顿。下去的时候手臂不要完全伸直，就要稍微弯曲一点。第一组我们大概一个手臂15次左右。停，慢。手臂不要完全伸直，对。你要保持你的二头肌紧张。
我做的重量就比较大，就大家就不用模仿。你这个是梯子吧？下面我带大家做的这个动作，就是说对你的手臂的外侧拱肌发展比较好，也是比较安全、容易上手的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叫绳索垂式弯举。对，顶峰的时候还是要停顿一下，慢慢的往下放，然后手肘不要伸直，非常好。慢一点，停顿，like a golf ball。今天的训练到此为止，然后今天是主要是二头肌的训练，我们在下一期会教大家如何训练三头肌，在今后会教大家更多的训练方法。谢谢大家持续关注，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在我这个教学过程中运用到，然后希望大家可以练得越来越好。谢谢大家。